啊，只是拿车走了。能打一个？哦，打一个！哎呀，这马若应该心理起伏也不大，反正都当班长了，对吧？是的，确实，马若反正是个班干部嘛。据我们的了解，他是一个半职业的队伍，就是能归还三月份的。确实啊，这个月好像没有过那样啊。对吧？对吧？像三月份啊。是的。还在打 PCO， 开个玩笑。这个有一说一啊，咱们的名额啊，从四个名额打到六个名额，到现在挑了一个，我们前四队伍每个队挑了一个。我一开始问了一下，我说是不是一个队伍只能挑一个？他不理我，那我就一个挑一个吧。对对对，在取舍之间的话，我还是选择了 X 来的。哎，合理，合理。嗯，因为确实小明也是值得啊。我那边就是想找一个点来看位置，没有想到就是这没有安全的位置，没有观察位置给你踩。这个双反，刚才他踩了，他走了。分没接的，分从电厂这里进是被十七看了个通透啊，小海直接被打倒，近点的人也是被点出来了，有补枪，完成了一个二人小配合。哎呦，这分。俩小胖组合就被逮到了，这也是，哎，他要排的这个山刚好都是在西北两边，所以在三四阶段往右下往东边靠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。是的，哎，这两支队伍打一起了，撞了，撞了。马入和 Pero， 看哪边支援更快。我这是第一名之间的较量啊！哇，这兄弟开了，这什么啊？U 盘给我拔。班长确实要受苦受了一点点啊，你看了一下，主要是正好是没有这几把手感都特别好。哎呦，对，摸了一个，混烟混了一个，混两个，是一大一。等等，就有没有人干扰？有没有人干扰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劝架的，暂时没有，慢慢，没有，暂时没有。先扶马哥，先扶马哥。侧面 FTY 剩下的苦难两兄弟啊。他始终还是和这个 New Hampshire 距离很近，但 Long Scar 这边也是把周皮炎给打掉了，这几枪的话还是打得非常准的，而且周皮炎那个位置不能救。而且因为是残边，现在是一个全力得分模式。好了，天霸和天路，经典的交手。这个我们刚刚不说泥潭，你想全身而退几乎不可能，直接补了，残边了，哎呀，天霸，两支前四的队伍内耗了一波，这也没办法，这圈左上切啊，好，这圈天机又要去坑了吧，兄弟们排哪个山？我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往下一个圈三进四往北边走点。话放这里了啊，往北边走。嗯，哎，我看不出来。三个山全是。其实我们都是在猜的，其实都是在猜的，但我感觉第一支面这边优先级可能会高一点点。A 在这里的话是被 Damas 给补掉了。是的。他等于现在有被卡在了这个地点防区里面，就 Damas 会一直看着 Pero。天霸又和巨符有抽把的情况发生啊。严格一级打麻子都出来了，打那吧，没有，你听错了。如果找个坑，哎，互相蚁人，四九这波，小鬼掉了，又掉一个啊，这波十七也只能在坑里面混一混。Rainbow 也拿到一分，是。你看现在右上角出的信息都是十七巨。哦吼，哦吼，哇，车开不动了，哎呀！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江姐又在 K 别人的分，好多人现在，好多人都是江姐的打工人。是的，所以你一起打江姐就好了嘛，对吧？嗯。哎，不能打江姐，打了江姐，江姐怎么出来呢？真的是龙须山啊，这巨高，视野拉满。小杨把龙将军发现了，龙将军是一个人
在这个厕所附近呢。嗯，旺仔得赶紧去救。嗯。啊，关键是他转移的路上的话，和 USG 的车辆又是并驾齐驱的，很危险了啊！哎，看到人先放倒一个，灰灰。小心打南瓦枪线。我有这个 Saver 的话，也是打掉了巨斧。嗯，没多少血量了。嗯。起头了，对，这是北边的一个战斗，打残了，直接捏空爆，哦，顺便补人还炸人啊，对，挨到了脚边，然后其实现在 New Happy 也在找这个，还想要先打高点，把最有危险的位置打下来。我又开工，哇！他要全收，同时打两队，嗯，这牛 happy 真狠，爆闪打协同，正面只有最后一个在底坡了，嗯，这底坡应该威胁不大，嗯，就是不要大身位走出去就好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看到车的顶盖了。就大家一起走一个大底坡，两个人打一个小协同就可以。来了来了，枪位置浪费颗雷啊，小伏笔。各圈 KDF 也太香了吧！加上两只对 USG 和 KDF， 头顶上的子弹有点多呀 ，Pero 马哥被打下来了。这没办法。嗯。害怕试试看。哦，原来集合。这个 KDF 都是差不多这种高点点位。嗯。哎，尖起屁股开花了。那就推起一。主要是现在你用 Nonix 那个位置的话，也会限制他往前面顶啊，他不太好去打近点的人了。那这样的话是给到尖起。在扶人。我的乖乖。兰博，这个意识。这个枪法，那个反杀能力太强了吧，崔奇！哇，崔伦赫，崔伦赫期待着上虎扑论坛的那次。我是韩国论坛，现在全在讨论他，肯定是的。好，又进入了谁亮枪给他一大嘴巴子模式。哎呀，万恶的崔奇要挂了。但很秀，真的超级秀，太秀了，没位置了，一点位置都没有。最秀的那个是反打，反打两波，两波七八十米的瞬间秒人，嗯、真的挺快。现在就要看头顶了，这位置太离谱了。嗯，但这边头顶上的压制力还是给的很足啊。主要没人跟他去，就是有一个近点贴脸。再等第二个，哎，等暴龙过来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这还不能打，位置不好，角度不好，他能往去炸。要混战了，要混战了。对对对对，别急别急别急 ，K 头就 K 头。哎呀，别急呀、啊。好痛痛的脸上，主要是在这两个队伍。那这两个队伍其实还有的打。是的，还得打吗？哦，小伟被发现了。来了。我、哦、牛 happy 这里的话也被抽了。你看这个地形怎么摸？怎么摸？这个地形真的还摸不动啊！没办法，这把的圈太奇葩了。要弄个滑索上去。哎呀，这确实压制性挺高。这地形跟上次那个鹿顶山的那种效果差不多，这嗯，这几乎就没你下面的人对上面就没有什么威胁。来了，怀民来了，搞起来，一雷双响。哎，怀民还是太瘦了，要马哥就扔过去了。拿到一份再来，还有，哎，但是稍微有点近了，这个雷的距离。嗯，雷扔完了，尽力局啊，裴柔，哎，混到前四了，你看金，又混了一点儿，够了，有机会再多混一两分，但是已经是到头顶，哎，这位置有点致命，是的，大力。哎呀！一瞬间三个全倒，侧面的队友也架不住。
这局 KDF 优势确实是太大了。